汉良很爱你。一心很爱你，然后没听清楚。汉良很爱你。汉良不爱你，然后汉良很爱你。汉良真的很爱你。汉良真的不是很爱你。他到底爱不爱我？我刚才说的话，你以为是真的吗？Why do you like 香菜？哥，你能听见吗？喂喂，新哥啊啊哦，这里有点信号不好。哇，这一招，这一招这样玩，没想到我还这样玩。你以为还真的是小绵羊哇 ？Hello， 嗨，小周老师，我很想你加入我的战队。来来来，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。手松开，手松开。认错人了。对，就表情自然啊，不要让人看出来你很奇怪。啊，现在摸着墙，装作沉思状啊，对。然后你说，昨天看了你在台上的表现。昨天看了你在台上的表现。哇，我好兴奋啊！哇，我好兴奋啊！我昨天晚上睡觉一直在想你的动作。我昨天晚上睡觉一直在想你的动作。然后我要再给你做一遍吗？现在？他刚才说的那句话重复一遍。他，我要给你跳一遍吗？不，我给你跳一遍吗？再说一遍。我要跟你再做一遍吗？但是我觉得我要跟你一起做吗？不用，我觉得我做就可以了。生气的时候，我要跟你一起做吗？我要跟你一起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一起做啊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放松的说，但是记住里边不能有你、我、跳舞这几个字，只要一说出来，然后就马上就离开。昨天看了的舞台。哇，好，请回来，谢谢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啊。昨天看了的表演，耶，哇，希望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666，说，明白什么了？明白什么了？明白，你想造起来？那个，我可以说一句话。快！汉良很爱你。一心很爱你，然后没听清楚。汉良很爱你。汉良不爱你，然后汉良很爱你。你这故意了。故意。汉良真的很爱你。汉良真的不是很爱你。是我吗？不能加个不。哦，就是要加不。加不。啊，太坏了。不按游戏规则。汉良真的很爱你。汉良真的很爱你。他到底爱不爱我？转身走人。转身走之前，最后一个 crump 的姿势。crump。我每天都会练 arm swing。好，一边坐着一边退出去。再说一个，一边坐一边退。大，最后到面爆发一下，爆发一下。啊！那对着他的身边 arm swing 十下，就是那种 freestyle 五秒。arm swing 划过耳边，五秒。我每天都会练 arm swing。好了，可以回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。啊，打扰了。什么情况？给我一顿训。等，我都虚出汗了。完了，一星在对方的心里边已经彻底败了。我跟你说，是吗？他以为他是个神经病，你知道？那个信号部有问题吗？一星哥这样玩是不是？这个专业人士说，信号不好，只有在飞机飞过的时候。刚才飞了很多架，可能。